车开车开车。几个冲呀？这把输了掉蛋啊！你是掉整个大蛋是吧？对，整个大蛋掉了。行了行了，那我要开始认真了。信号收到了。这边四杀你们随意。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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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尽量思考好了。等一下等一下。军场。哎，幽冥点不点那个治愈加速的呀？点不点都没什么。点啊，打你加速是吧？不是治愈加速，就是医疗什么。点不点没什么用。点治愈加速就好，点爬行加速的蜘蛛，蜘蛛啊？是什么？在月亮那儿对。哇。应该都是蜘蛛吧？那我直接偷吧，我觉得小公鸡的。他追我来了。什么鸟还没好啊？没呢，还没回来呢。这两只鸟还在看呢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哇，这你的鸟为什么比我快呢？鸟用完了，我鸟刚回来。我去四合院了，等下去那个。嗯，去吧。好恐怖。艾莉在哪儿啊？大房。好。我在沙包，我要去大门呐。你没进无敌屋吗？来大房啊！我在看你。谁他不追我了呀？啊，追追追！没有，还在追，还在追。我鸟到时间了，但是我不能提前给你啊，要不留一手鸟我留一手鸟吧，我留一手吧，因为你这一处就死了。哇，说完了。嗯，小四有烟了啊！心跳，小木有心跳。我在四合院旁边溜。嗯，可以啊。啊，被吐死了。沙包补一下，就差一点点。OK OK， 我这边小木到马的。地下室，地下室，快快快快来，快来快来！这么恐怖的吗？我要弹过去。我把这个事儿踩了，我走。我把事儿踩了走，我踩了，这里面吗？哎，可以准备偷鸟，我这里。哎，他上去怎么下来了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快快快偷快偷！偷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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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幽冥别倒了！你卖我，我帮你扛到。幽冥肯定要倒。有鸟不？我刚才看的，哎，扛住了，扛住了！我走了！我带你溜，你跑就行了。行，我去那个废墟，我去他们废墟。我马上补完了，有没有机子？来人皇啊！小木屋的话是半台机，小木半台机的话，最后有点透视。我马上修人皇了。所以二舅，一会儿和那谁去，都是去做的。这会儿，然后给我擦个鸟，然后我能保啊，他没去，那就卖了吧，修吧，卖了。那我去偷那什么小木屋去了，我去偷小木屋了。这台不好修啊，我觉得。我们去修那个吧，后面那个吧。去修里面那个。三连啊！我靠。对，这把三连，这三连一定要修掉。必须要修一台。我小木屋的话，我把引到大房去，我引到大房去。可能不追我了。小木屋马上到处的。哎，我是三连不好。先别修，你先去加血。传了，小木屋。传了，接着修。那我接着修人皇。哎，他当着你面传的吗？他直接传他的机子了，直接传机子了。这边一万个字儿，我又来了。
我溜了，我吐一口没了。送运过来了。今天的人皇地数多少？哎呦，修了一半。一半。你卡了位，卡了位。现在躺地能卡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小木是直接开还是怎么着？直接开吧。嗯。没有，这刀给他。哎，卡住！你要过跟我说一声。哎呦，没喽！我往板子那边走，你往板子那边走，卡到一边去了。哇，这个刚一半都不到。这没法修了，对吧？我直接打。还有吗？掉断了。估计要没得了。看我的，看我的。这里面这台是多少呀？那个基本没点过，基本没点过。你至于快好了，我再靠近，跟我说一声。我现在治愈，马上到线灯。我还能弹一下。掉半了。OK， 我自己好了。可以。哎，下来我有一个三级猴，别被吐中就行了。这就有点难了呀。我去，把这个丝儿都给他拆了。哇，下边了。哎呦，修了个三连算是能打。我觉得我应该玩一手剑士。摸三子去。狗子修机。咱们两个 PY 下来打场，还举你了，我这是头一次。对，关键三连击确实是很难出，蜘蛛全是三。开局我们这边没有人，没看到是三连。嗯，都刷在小红那边了。完了，救不了。我帮你扛。我还有自愈，快跑，快跑。地窖在哪儿？地窖刚好好像不在那个大厂呢。去看一下，不在。在吗？真不在。那也小木屋了。你是二挂还是上挂杯？二挂。一挂还是二挂？二挂，你现在是红名字。哎呦，我那真是好久。开出大厂了。四级黑车没得打。哦呦，这传哪了？这是不知道啊，传中场了，传那个无敌，那个人皇机，传人皇机，他在中间。估计我要包围他，现在去小木屋了，刚到门口。冒乌鸦了吧？应该快了。哎呦，这屁股太大了。哎呦，飞了，快跑！没有，现在去的话，那个还没出来呢。他扎丝了，完蛋，盘丝洞。哇，这全是丝，还不进去。哇，差一点。没给你放了。放了，放那就走吧。平局的话，应该也晋级了。不是平局。是吧？他不是三跑啊？三跑是吗？对。哦，我还以为三杀呢。觉得要是三杀，他会放吧？我还以为三杀呢。想多了。掉断了，老弟。可以的。哎，没事，升回来。锤回来。需要磨合的嘛？新队伍要磨合，慢慢来。对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打不过去。需要磨合。好的。是吧？这玩 GS 吗？保住。
这么快？哇，好多哔哩哔哩啊！好多东西。来，手机手机。路人路人不认识，就一个某某人。某某人。啃了帽子小号。帽子小号。啊，我苏修啊。修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稳。认真了。认真了，真的。得上分，得上分。僵尸。不跑了，就回去了。怕了，这不没了吗？正好，那我不打了。完了，瓜皮一闪。什么意思啊？you
木好了。瓜皮一闪闪出事了。32是可以的，但是40不行了，我没传送。自爆了，修呀。喂，这是我们上分的第一步。终结连败、啊、不会吧，终结连败，我有种感觉、啊、要连胜了。嗯，谢谢郑凯的香槟，感谢感谢。四季还是需要艾莉啊，艾莉失业，哎，谁怎么不接？他们不接。你们都是怎么记住的？这不像我哪头像啊？我哪记得住？太乱了。来来去去都那么几个队伍。哎，不接了吗？刚皮皮是一个搏命是吧？对啊，对，那两个搏命，那我不用带搏命了、哦、我就狗的，然后感觉也不用好参加是吧？也是这种追的时候正常玩，不追的玩得更舒服。刚那边还是快，不接了怎么办？什么卡？看比赛是吧？我操！
直播。谁啊？路人，路人，随便玩，路人。有没有祭司？啊，算了，不用祭司。上个厕所先。要不我来祭司吧，你来你。真的是鸟害的反应。方东斯了解一下，小兄弟。没出就去，不过无所谓。我弹个，不弹了，不弹了，怕了。哇，距离！那赢不了呀。
还好，可以，这把有机会跑的。那行，我说可以给你砍刀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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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回去，你带走带走，带得走吗？狮子机吧，狮子机好像可以修哎。你说这能啊？修不完，你那台修了多少？告诉我。我那台修一半一半。过去抢点，过去抢点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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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好好好，我来了我来了。重修一台，他要被挂死。你没带走啊？我已经努力带了。重修一台要被挂死，要被挂死的，修不完。床上能抢点吗？不用抢点，你救他，你秒救，直接救，直接过去救，直接过去救。还有球是吧？你最好给他挡刀，你最好给他挡刀，然后我去补。没挡住。好，你不要受伤了，别受伤了。好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你再救，你再救，你等一下再秒救，秒救带走，我在桥上勾引他。嗯，好。你看他过来你就救。就走，有污染了，走了，继续修，继续瞧，嗯，别走远了，你再来勾引，再来勾引，徐月淼叫你别过来，先支勾引就行了，哎，你别吃那个七星刀，好，秒叫，先支勾引，直接叫，先支跑，勾引不要死，然后过去抢点。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是走，你不要回来，你就走。知道。故意打乱他，好，然后我们两个互摸，走，找个地方互摸。走了吗？你走掉了吗？我走了。OK， 我也走了。OK， 他追我了，追我来了，追我来了。PVP 点，我去点剑姬，我去点剑姬。他找我打那个针，在我这边扔地上了，在我这边了。上挂飞了是吧？来走。完了，他好像有传送，对他有传送，溜了。他要是敢挂你，我就你没跑掉呀，死神，跑不掉啊，没事，我们只要跑一个就行，啊，所以找地障呀，我还说我们两个都跑掉了，找个地方互摸这把就稳了，钢皮手里有根针，要是能换掉的话，不是我手你这个针打不满的，我就一半了，他还在抓你吗？对，还在，没，不抓了，你找台先新的修，剩一半有电池呗。哎，好像那个开车站那边有一台，你去修那台，就是刚刚鬼小房后面的，我这边一点他就要穿过来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边一点他就要穿过来。好，有心跳针，现在不用穿了，直接走过来了。走过来，我要不要打满自己啊？还是直接修？直接修，别打满了。我上树你就要准备找地窖了。等我死了，啊、你再。地窖你们知道在打吗？等我死了，你再打满。哦，他在追你是吧？对。没了。好，不掉他船了，直接船了。你去那个木马那边看一眼地窖。完了，我没那个，我没自摸。没事，没有针，他打死都不会出乌鸦。我没自摸，自摸。你躲着，他要四杀。你知道地窖在哪吗？你去木马那边看一下。你必须摸我，要不然你不可能溜到我那个。哎呦，有心跳了，我准备走。但是他找到我。看到了。对，找到了，那就难了。没车啊！你刚刚就是死命不回头的跑，知道吧？跑到最好是跑到起点坐车都行，我们就能有机会互摸了，重新互摸了。嗯。有治愈吗？没跑掉，主要是跑不掉啊！你要这样我很难受哎。不难受。敲床云改三千，还有一个安慰分加一分，你看啊？安慰分以前不加的，还有安慰分。哎，真的，我看到了，我也加了一分，还有这种的。对呀、啊，以前都不给的。
那是没扣分呗。对呀，四下保平了呀。ITC ITC， 我还玩 GS 吗？感觉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那我继续玩。那我带我还带国民吧。嗯，你必须玩 GS 啊，你只要。板子都这么小了呀，这里为什么是个佣兵修大房啊？好卡呀，我的妈！就要挂死救了，哎哎哎，不用猴子，好给面子，这个佣兵真的给面子。
我是真的卡了。转个头这么卡呀，啊难受。开了，快来摊呐，快来呀！哎呀，流了。被刺杀了，然后重启一下游戏。可以开了。好的。为啥扣分？输了呗，输了肯扣分。几个呢？什么？准备、哦、啊，对，我来看。好像是路人。路人路人，随便打随便打。我突然想玩黑妹了，算了，玩结实吧。这个图有祭司可以随便赢的，
啥呀这？不修电机。30秒都被刀都被秒了，这个人。先知邪鸟骑士，小伙子膨胀啊，这个人。你敢滑吗？你敢不敢滑？你滑了你就死了。好吧，还是让他滑过去了。他为什么要进一个盘丝洞啊？那要登记叫的。
哦，可以。这边板子我都没下。上方了，上方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那边还有两块板。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偷偷吸个猴，能不能吸？嗯，我要死啦！那个能走吧？他挂我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平局，平局，平局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差一点三炮。过不来，他把我拦住了。他这边淘汰四个。躺好了。打完了是吧？嗯。现在五点了，我下了。下了吧。嗯，我下了。啊，好好好。啊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然后你们还打吗？还剩几个？你们打到六点是吧？还剩几个了？七点，还剩四个。还剩四个。还要一个新的装丁。要不再去叫一下李老头？李老头他洗澡啊，不是他游泳回来了吗？他来不回，他来不了了。鸡哥，你出来一下，好像拉不了人，你才有戏的话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壮丁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开始。哎，怎么是我先关？你们谁打、啊？哪个稳呢？艾莉不打了吗？艾莉想快。你打一把。啊好。你打一把就下一把我打。吹。就是刚那几个，这样的吧？嗯，杰克吧，哦，黑白，哦 ，YY 号多少啊？哦，我发一下，多少？哦，哎，你发了，要不就两个佣兵，两个佣兵，我一个黑妹，这怎么说、哦？哎，又是上班那个人吗？对啊，上班那几个。哦，没事。要不佣兵加空姐？没事，只要佣兵不死就行。好好，佣兵不死，那我换一个，我换一个神之的。先知爆个点，万一我撞鬼了就没了。我没有神之。啊？那么谁来个先知？秒抓住没关系的。能接走的，能断他节奏，能接走。出去买点重生者，那他应该还是会玩那个黑白。嗯，告诉我头发的位置，我很危险。黑白大房在哪里？大房，我操，完了完了，撞鬼了！你不为什么现在才讲？喝水、啊。怕啥？溜他！丢他倒是没关系，但我不能接人走了，但他们不抓我，他抓我、啊我先这样给你，我说我刀这么长的吗？超长，去救他，去救他，我接。没有，佣兵在那儿。佣兵直接救吧，他应该飞不到二楼来吧？飞不到二楼。
那就断他节奏，只能平地飞，断他节奏，断。但现在你船大概他能把那盖子打掉，他不会直接提前来了吧？那不会，他来了也上不去，那完蛋了，放倒了。那里应该还有鸟啊？对，有鸟吗？有有，能救吗？哎，没过半。哎，你接我动过来，直接过来，接动过来。但是他能打动你，当时挡挡挡那个挡佣兵挡，没有，我没过去啊，我摸你，你不用摸我。我能把你摸起来，我感觉但他有 F 啊， F 一下就那板子我下过的，那板子我下过的，他过不来的。可以，他不会飞得过来吧？他怎么飞到楼下？哎，扎心了。哎，不会，我不会飞过去了吧？过来过来，扎心了，太难受了，他只能飞楼下，真的很难受。摸的好不？摸的好不？摸不好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或者你直接进这个洞也不行，他有飞。我进洞的话，我不嗝屁了，没意义。没事没事，我溜他，就大方溜他，溜他，秀死他。小白出了超慢的，你直接下板就行，他打不到了。这么快吗？他又飞下去了，哎，难受。他走了，他不追了，不追了。不追了，嗯，来追我了，来小门追我。哎，我摸你，小门，月亮门吗？啊，月亮门。大房外边那个还需要点一个。我们在，我们在。嗯，还真四台灯。剩三台是五颗。月亮那边有电池没收是吧？他要杀我，不杀你告诉我，他要飞了告诉我们。还在追。嗯，你在追。月亮还有电池没？还有鸟啊。前面有。那还有最后一台在哪儿？小木屋吗？就杀我，很自首，肯定。我跟你聊。我发现这个地图烧得很，强行断土不结果。对啊，直接去二楼就行了。传送了，传送了，小木屋旁边。新电机，我没机遇，没机遇，在追千只吗？对，你在哪儿呀？小木屋旁边。我知道，我听到心跳了。有没有快摸好跟我说一下，我不去摸你。自己摸吗？你修小，你把小木旁边那个点了吧。那个旁边是祭司在修的。没有，我这台新的马上点了。我说小门给他，小门这台快点了。小门？小门不是艾丽在六吗？小木修了三分之一。啊，那这台架好了，我倒了附近。哦，知道了，看到了，一会儿就修亮了。那又没和我救他，我在这儿救他，我在救他，我在救他，走吧。我去勾引一下他，你去救。直接扯，直接扯，我还有鸟。别被他运走。他还在追我，传送了，要传送了。对他压好了是吧？压好了，贴门。贴了。
那我去另外一扇门。要船，两个飞。中场有人吗？哎，我在中间，他要追我。他追起来，我还有鸟。在追我，在小木屋，小木屋。这家是直接给打死了。啊！你怎么不要鸟、啊？我钻洞的时候被打了。传送了，传送了，传送门了。他传了另外一个门，月亮门。要用技能了，用技能。没事，我能走。不理他，他要飞了吗？哎、没有没有，他打洞。要挂我，要挂我，你直接走吧。那我走。直接走，直接走。嘿，没椅子。哎呦，差点。那边结束了吗？晋级赛了。皮皮还玩吗？屠夫。那你来。我来，我来。ITC。你用黑面，我用调香。行。不来个鸡也是，皮皮。行。来鸡也是。但微笑找的特别准，我上次玩鸡也是把他给找到。没事。有限制给你爆点，你直接绕，你听到限制爆点绕着它就行了。好，